家好，我们的主题是走路上学去，空气零污染。我是陈浩宇，我是吴宇，我是杨谦，我是曾小玉，我是杜夏德。感受有哪些困难问题？为什么决定走路上学去这个主题？想象，团队想象，个人想象。实践，跟亲子组长报告，五道步骤整理，口白与影片剧本，照片、影片。分享和组长分享影片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感受有哪些令我们困扰的问题？我们觉得海洋垃圾太多，空气污染太多，很容易又上升，气候也不稳定。然后我们为什么决定走入上学区这个主题？因为我们觉得空气污染太多，所以我们想尽可能的减少空气污染。然后这是我们就是在一些类似就是关于感受的东西，这是我们在表决的时候的照片。想象，我们的团队想象是每天空气好清新，肺部好干净，学生快乐有活力，口罩不用戴上去。个人想象是烟雨轩是地球无污染，陈浩宇是空气干净会很舒服，曾小玉是不用戴口罩会很舒服，污染是空气。很开心，突然飞快的进。这个是我们跟亲子组长报告的，另外这边是我们五道步骤整理的影片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口白与影片的口白与剧本的那些，另外这边就是我们五道的口白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正在跟组长报告的整理，另外这边呢就是我们。跟组长报告完之后，我们拍的合照。这个是我们正在准备的时候，因为这边是陈浩他正在画海报，我的眼皮他正在休息。因为这边就是我们正在准备的时候，然后这是我们正在打字，然后这是我们正在练习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原本在录音的时候的影片，然后这是我们在报告。然后这是我们跟组长分享的照片，这是跟别班分享我们计划的照片，这是我们在川堂的合照。谢谢大家。走路上学去，空气零污染。走路 I like 上学去 yeah, 走路上学去 I like 带着这种工具 I like 不开车哦、空气清净走路上学去。